了迎接农历新年到来，全台各地都布置起春节的灯饰，而花莲县政府为了和民众共享新春的欢乐气氛，也特别点缀布置县内有多处景点，打造新春兔年踩点好去处，要和乡亲们一起迎接兔年到来。迎接农历新春兔年到来，不让其他县市专美于前，花莲县府赶在农历年前特别点缀布置县内多处景点，期盼为乡亲打造新春兔年踩点惊喜，要与乡亲一同迎接癸卯兔年的到来。包含七星潭、曼波园区、德兴运动场以及芝卡逊公园等地，都配合新春到来，增加门前或园区内装饰。县长徐正伟也拨空前往视察，针对部分缺失提出改善。而花莲县府今年串联东大门夜市、中华商圈，整合夜市黄金三角，举办春林回蓝浮兔旺市2023花莲年货大街展售活动，14日起将在花莲日出香榭大道开卖，期盼邀请民众趁着农历春节假期来花莲团圆迎新年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